7月26日晚，江雨晨在微博晒出一组和文章的合影，并写道：踏了个班，他们说我的脸是歪的，是吗是吗。照片中文章和江雨晨有说有笑，十分开心。文章还身着正在拍摄新剧少帅中的戏服。或许有人不认识江雨晨，他因在精英卡通做主持人而走红，最令大家熟悉的应该是前阵子在文章自导自演的电视剧《小爸爸》里满嘴广东普通话的那个女生。不是吧你，怎么好看的衣服你都不要？喂，我们家珊珊呢是这个超级 VIP 来的，如果你不换这个衣服她很丢脸没面子的。怎么不是这来，你想一下了，他那么年轻，你也那么年轻，你们共同有一个孩子，好可爱的哦，好芭比的哦。谁啊？你拿什么？你怎么来？我怎么来？我来看一下现代版的陈信美啊。这下知道了吧？优酷小娱乐俩人到底啥关系呀？等你报道。登录优酷，上传你的脑力挑战视频，就有机会成为优酷牛人，参加最强大脑第二季和顶尖脑力奇才面对面，大脑你最牛，帮你上头条，火热招募中。